开始念啊。第二部分第八节是腹部拉筋操，是第75，它是从028到031。028是双肘撑地的腹部拉筋操。双肘撑地。双肘撑地的腹部拉筋操。双肘撑地。这个腹部对不起，那个这个地方要靠在地上。啊，这样子。对对对。啊。然后这个两只手要分开。啊。然后我的照片就照不到了，我换一个姿势。OK， 好，这样照得到。好，我们继续念啊。那个头要朝前，对，然后。对，你的什么跟他的姿势不太一样，你上身可以在这个头可以再上来一点吗？哎，对，这个可以放的，你可能要往前一点，因为我看到你的脚，对，脚它是，你现在脚是往旁边了，它是要，对对对对对，并拢，对对对，要朝前的意思。刚刚有讲那脚跟呐、脚尖要朝前，是你啊？对对对，嗯，啊，这样，看看，啊，对，这个好像要再高起，你可以再挺一点吗？对，差不多是这个、这个，看起来它比你挺很多，嗯，啊 ，OK， 好。OK， 我到你旁边坐一坐。我觉得你的到底是怎么样？你看不到。我觉得我觉得我比你挺。嗯。你这个地方可以上来一点吗？这样子。就这个地方不要这么多，就上身。可是我手臂已经撑直了、就这么直啊。你这个地方弄在地上啊、我不知道我现在的下面。嗯。你摸我的肩膀跟你的肩膀好吗？嗯。你摸我的肩膀。嗯。我的肩膀这么高。可是你这边也是只有这么直的而已啊。对，这么直啊，对啊。但是我的头比你起来，然后我的肚子，啊、我的肚子。如果肚子下去的话，肚子下去，你这个地方应该是一样的高度啊，因为你的手臂就这么高啊。嗯。那你手，你下肚子自己放下去，你这个肩膀你感觉也没有下去啊，因为你就是这个手臂不会因为肚子下去，那个这个手臂就变短。可是我觉得你是这个样子。哦，那是角度问题啦、啊。那个这个是这样，你看我这个手臂的角度有没有90度？这个我是自己的感官会比较差。不是我只对吧？你看看我这个有没有九十度，还是这样子？有啊，你有90度啊。这样子。对，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看到的是，你刚才有感觉两个不同吗？我下来跟上去，你现在摸一下我的肩膀。嗯。你摸我的肩膀。啊。OK。好，那我这样。好，你懂我意思吗？我手完全没有动。嗯哼，我的手。你是把背拱起来啊？不是我。对啊，我肩膀不是也有拱起来？你刚才是这样子啊，跟这样子而已啊。你是这样子吗？跟这样子啊，我也是拱起来啊。哎，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你摸我的背部好不好？嗯，我现在就只能撑这么多，我的柔软度没那么高嘛。我们不是像、我不像你那么 okay,、那么柔软啊。我只是觉得怎么会差，看起来。因为所以我要练啊。啊 okay、我就算是很硬的柔软啊。好 ，OK。我现在就不用练了。好，继续练哈。嗯。步骤，这028是双肘撑地的腹部拉筋操。嗯。
步骤：脸朝下趴趴卧，把双手拉进肩膀，髋部平贴地面，用手肘撑起上半身，眼睛看前方。拉到的肌群，主要肌群腹横肌、腹直肌，次要肌群是腰大肌、腰小肌，髂肌，那个是一个骨，髂肌，髂啊，髂肌。动作诀窍：上班族和司机等长时间坐着的人，胸腹部的肌肉可能会非常的紧绷及僵硬。第一次做这个拉筋操时要小心，每做两次都要休息哦。你要小心，因为看起来你很紧绷。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是肌肉啊，腹部肌肉拉伤，对哪些运动有帮助？篮球、篮网球、板球、棒球、垒球、拳击、高尔夫球、健行、格速健行、登山、定向、越野运动、冰上曲棍球、草地曲棍球、溜冰、溜滑轮、溜直排轮、武术、划船、双人刮胡、单人刮胡、独木舟运动、赛跑、竞赛项目、越野赛跑、美式足球、足球、橄榄球、滑雪、滑水、冲浪、健行、健走、摔跤。可以配合的练习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30。OK， 这个讲完了。那个动作你再教我一下，他讲动作是怎么做？步骤：脸朝下趴卧，把双手拉进肩膀。双手拉怎么做？这样子吗？不是，脸趴下嘛。对。是不是这样？因为我好没关系，因为他没有中间动作，他只有最后的动作。最前面的动作有吗？没有，他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完成动作。脸趴下，然后呢？双手。趴卧，把双手拉进肩膀。双手。髋骨平贴地面，用手肘撑起上半身。他应该是脸趴下嘛？嗯哼。然后双手拉进肩膀。双手贴近肩膀嘛。啊。然后再撑起来嘛。对对对。对，然后脸朝上，髋骨平贴地面，这时候是这样子嘛？啊哈，平贴地面嘛。他这个手是立起来的拳，你现在拳是往朝上，这样子。对对对，他是这样。啊，嗯。然后用力立起来嘛？哎，对，用手肘撑起上半身，然后眼睛看前面，所以他本来是朝下的。对。啊，起来。对。对，是这样。然后维持大概20秒。对，那你那个两个脚呢？对对对，你看，两个脚不一定要，看起来不一，好像只要，与肩宽就好了。对，但是它是往前的，脚趾头是往前的。对，应该是往后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是要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就往后翻嘛，随之那个。就是打直啊，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拉我的脚是要成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是这样，对，这样子，是这样，嗯哼，对，嗯哼，你可以用这个地方脚趾头。卡不进去，卡不进去啊！你知道这样子吗？对对对，那这样子，这是我的说法，但是他是穿着鞋子，所以他穿着鞋子呢就是这样，他穿着鞋子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穿着鞋子，他穿着运动鞋，但是我的重点是说你必须是这样的。好，我是有点这样宽。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你是这个是刚刚前面说那个。脚没有，他是要合并，没有，那是两个。他没有说要合并，他没有强调，但是我的意思是要往前，不可以这样翻，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嗯哼。哦，很硬啊。对啊。看起来很硬。好，上来吧。第二个动作呢，29。29。
好。您二九是，他说要休息啊，两个之间。我知道啊。这两次之间要充分的休息。他是做一次。对。好，二十秒放下来。对。然后再一次。对对对，两次，每做两次都要充分的休息。对。这样。啊，他说第一次做这个拉筋操要小心。好，那再二十九。好，零二九，抬起上身的腹部拉筋操。啊。步骤。脸朝下趴卧，嗯，双手拉进肩膀，髋，嗯，骨平推贴在地面，嗯，撑起双臂，伸直双臂，撑起上半身，眼睛看着前面，啊，这样子，对对，是就这样，啊，这样，肚子会痛，啊，那你要小心哦，不够，啊，那我继续念，拉到的肌群主要的，因为你刚刚上来的时候你是猛然的起来，这样是很危险的，我知道，你要慢慢的起来，慢慢的，哦，对对对，哦，啊，拉到的肌群主要肌群是外肋间肌。外肋间肌哈，内肋间肌，啊哈啊哈，嗯，然后腹外斜肌，嗯，然后腹内斜肌，哦，哎，我先做这个就好，腹横肌，啊，然后腹直肌，嗯，然后次要肌群有肩大肌。肩小肌，胸吧还是肩？啊，对，对不起，念错了。次要肌群是腰大肌，啊，腰大肌，腰小肌，啊哈。哎，我又念忘记怎么念了，一个骨一个克。胯骨，啊，胯肌，嗯，胯肌。次要肌群是腰大肌、腰小肌、胯肌跟胯肌，嗯，动作诀窍。上班族和司机等长时间坐着的人，胸腹部的肌肉可能会非常的紧绷及僵硬。第一次做这个拉筋操时要小心，每做两次都要充分的休息。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腹部肌肉拉伤、髋屈肌拉伤，又忘了那个字怎么念？卡是什么卡？卡骨。我说卡除了卡肌以外，还有什么字念卡？卡骨。卡。哦。卡肌、卡腰肌、肌腱炎，对哪一些运动有帮助？篮球、篮网球、板球，棒球、垒球、拳击。高尔夫球、健行、格数健行、登山、定向越野运动、冰上曲棍球、草地曲棍球、溜冰、溜滑轮、溜直排轮、武术、划船、双人刮胡、单人刮胡、独木舟运动、赛跑、田径运动、越野赛跑、美式足球、足球、橄榄球、滑雪、滑水、冲浪、健走、竞走、摔跤，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030。那个手是往前，对不起，对手，两手往前，与肩平宽，你有点稍微宽了一点，太尖了，我那个腹部受不了。这个角度我还可以，哦，慢慢拉近啦，啊，我现在拉近吼，我肚子好痛。哦，真的好。对，那我先念030可以吗？好。030，转身式腹部拉筋操。嗯。步骤：脸朝下趴卧，双手拉进肩膀，髋骨平贴在地面，伸直双臂，撑起上半身。眼睛看着前方，然后弯曲一手的手臂，将同侧的肩膀转向地面。他是说这样子吗？没有，那个手肘没有下来。啊，他就弯，走不到。哦，这样是不是？啊，好，那我继续念。
拉到的肌群，主要肌群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腹直肌，次要肌群有腰方肌、腰大肌、腰小肌、胯肌、啊、动作诀窍怎样？你念完、哦、上班族和司机等长时间坐着的人，胸腹部的肌肉可能会非常紧绷及僵硬，第一次做这个拉筋操时要小心，每做两次都要充分休息。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腹部肌肉拉伤、髋屈肌拉伤、髂腰肌肌腱炎，对哪些运动有帮助？篮球、篮网球、板球、棒球、垒球、拳击、高尔夫球、健行、格数健行、登山、定向越野运动、冰上曲棍球、草地曲棍球、溜冰、溜滑轮、溜直排轮、武术、划船、双人刮胡、单人刮胡、独木舟运动、赛跑、田径运动、越野赛跑、美式足球、足球、橄榄球、滑雪、滑水、冲浪、健走、竞走、摔跤，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31。那你想说什么？你可不可以做一次给我看看他的动作 ？OK， 好。我书本在这里。好，我先做刚刚OK 啊，原来是这样嘛，对不对？原来第一个动作，这是028双肘撑地的腹部拉筋操。第一个是要是贴下去的，就是肘要碰到，肘碰到。那手要先贴进肩膀啊，再拉起来啊。一开始手脸朝下，这样。对，脸朝下嘛。对，然后再现在撑起来。然后撑起来。对。对不对？对，这是028，看前面。然后现在第二个是撑起上身，那就我就把手撑起来。好，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这样。利用这一手，那手不动。好。那我翻过来，我把这个书翻过来。这样。其他不动，只是这边稍微弯曲。就是把身体转过来嘛，他说步骤脸朝下发，就是噔噔噔噔，沿着它，然后弯曲一手的手臂，将同侧的肩膀转向地面嘛。对。然后眼睛看见肩膀。然后换一边，我看你怎么做。哇，你这样撑得住啊？这很简单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哦，好。你看我身体，你看我的身体整个转过来。我上半身，我知道。我上半身可能太瘦。你是手没力气还是手没力肚子没力气？都有。啊？肚子太大了。你看我的身体可以上升到这个，我还可以再上，对吧？再上。我知道，我的手撑不住，撑不住我的身体的重量。身体要转过来。我知道，这个我要再练。Okay, 这个我要再练。好，031。好，031啊。031是。仰背式腹部拉筋操。仰背。等一下，修正马点，这个要有一个道具，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道具。什么道具？这个道具是一个圆滚滚的球，很大的球。很大的有弹性的球。然后这个人就躺在球上。我念给你听。步骤，坐在抗力球，抗力球的英文刮胡是 Swiss。SWISS 4 BALL 刮胡上，好，坐在那个球上面，慢慢把球往前滑，同时把背往后仰，让肩部和背部贴在球上，并且张开双臂，拉到的肌群主要肌群是外肋间肌、内肋间肌、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腹直肌，主要肌群是胸大肌、胸小肌。动作诀窍：上班族和
和司机等长时间坐着的人，胸腹间的肌肉可能会非常紧绷及僵硬。第一次做这个拉筋操时要小心，每做两次都要充分的休息。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呢？是腹部肌肉拉伤、胸部肌肉拉伤、胸部肌肉上指端发炎。对哪些运动有帮助？篮球、篮网球、板球、棒球、垒球、拳击、高尔夫球、健行、格数健行、登山、定向越野运动、冰上曲棍球、草地曲棍球、溜冰、溜滑轮、溜直排轮、武术、划船、双人刮胡、单人刮胡、独木舟运动、赛跑、田径运动、越野赛跑、美式足球、足球、橄榄球、滑雪、滑水、冲浪、竞走、摔跤，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029。那这个一定要有那个球，要有那颗球。那个球大概有这么大？还没有那么大，这样，差不多这样，这样，对这样子，一个圆球，一个圆球，一个圆球。它等于是人就拱在背上，对，这样子拱上去嘛，对，贴上去，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球，那就没办法啦。啊，我可以用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椅子。没有，那个球是圆贴的，比较不会伤。对，那你那个的话，等背没办法拱，它是平的，椅子是平的嘛？对对对。它是整个圆弧这样子，啊，你平的话，变那段是整个平的，就没拉到了。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动作对我们没有器具就没办法做啊。对对对。那我知道他们有类似这样的做法啦。什么做法？是当运动员的，他们是这样，大姐你趴着。嗯，趴着。哎，你趴着。他们的做法我做给你看吧，好。嗯，你完全趴着。我趴着。那我趴着怎么是你做给我看？我做给你看，你完全趴着。他们是互做的，他们是人是这样子。哎呦，不行哎，你比我重这么多。好，那我六十岁了，你好，我趴着，我趴着，我趴着，我骨头已经断掉了，我趴着睡了。我趴着。然后你用你的背部的地方，从我的脚。它也是一个按摩，也是一个伸展，就是你做的是伸展，我是做的是按摩。好好，帮我放松我的背部肌肉，那你可以做你的腰部的伸展。你人就是我，假设这是你的哈，我人就是这样子，从脚，我啊这个是在背，我对你的背，它背是不是这样？你的背就帮我拱起来，对，变一个圆弧，是，然后再转到它胸部，然后再回转，慢慢转，不用快。是这样子。那你我现在趴着，你做做看看有没有伸展到你的背部。从你可以从我的背部，一般是从脚。就转。你过去一点好不好？因为我这边不够地方的。从脚啊。对。那待在那个背部腰部的那个地方，然后转。对，转。然后转一圈。我屁股很高哎。对，然后再转，你现在慢慢停，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像那个球一样？你也是圆弧的，有没有？对对对，那手伸直，只要伸直，有没有？有。然后再转，你就是全身在转。那对我而言，我是一个按摩。这是泰式按摩吗？不是，这是运动按摩。这运动员在彼此放松。哦，这样。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你腰就有点像那个滚那个球？有没有？对，我想到是类似这一它的那个，我们这个是在做运动按摩法的时候的，那个学到的按摩法之一，两个运动选手互相的去按摩，一个是伸展，你在做伸展，那我在做按摩，按压、按揉捏啊。你在滚动有没有？就是在揉我的背部跟腿部的肌肉群，然后你是在做那个360度的伸展，有没有？你有没有在什么前屈，还有那个背部，360度，那你可以再转到小腿去。那你这中间差落地差太远了，你的屁股跟腿。对呀。哎呀。好，那转到那个，再转到小腿，对，就这样子。
好，这个就是按摩法，但是要找体重差不多的啦。对呀、啊，你压在我身上，我这个一定睡掉。对呀、啊。那我这样压在你身上，你会觉得不够力是不是？够啊。因为我的体重只有你的，你多少公斤啊？屁股不够，我80斤。我才47。你屁股不够力。屁股不够了。到屁股的地方完全没感觉。哦，对。腰部有啦，小腿当大腿小腿有，其实臀部开始都不太够力。哦，因为太少了。我还可以再重一点点。哦，你可以找一根比较壮一点。对。小齐好像比较壮。好、哦。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哈、啊，应该是说用这个方法、欸。你可以拿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像在身上，你不用滚啊，就是他只做腹部伸展嘛，你就直接躺在腹部，就把我这个单球，你从这边躺上来有没有？直接跨过去，因为这个也比较圆弧一点，你就直接坐在这边，有没有跨过去坐我的腰？你那屁股，你那个屁股还算蛮高的，那坐在屁股上好。嗯。对，那个屁股还蛮有肉的。对，就是它那个像球一样，没有？对对对，你这个屁股，哎呀！有没有？你的头跟屁股你都悬空了嘛，就跟那个球的感觉一样啊。对对对。那手伸直，脚伸直，有没有？对。这样就 OK 啊。啊，还不错。对，是不是有感觉有在伸展？对，你这条屁股还挺瘦的。所以我在那个 Swiss 的那个屁股怎么解念 ？Swiss。他是说 Swiss 是弹力啊，我是弹力屁股啊，不是弹力球啊。是。欸、不是不是是 ball 啊，是 Swiss 那个什么屁股。Yes. Swiss 臀部。臀部然后说 SWISS。没有，有一句话 kiss my ass， 亲我的屁股。Kiss my 什么 ？Kiss， 亲吻那个。我知道 kiss my ass。ass 啊。我的屁股 ，S 就是屁股吗？哦，那是不是说那个 Swiss S？ 哎 ，Swiss S， 我不知道 ，Swiss 不是弹力吗？好，有没有31？还是到这个就是31仰背式，有没有32？腹部是到31吗？到31为止。好，32就是背部跟。斜部，斜部是不是月斜啊？三个斜热热部啊，一个三个立，三个立一个月。那个是热部，那个嘛斜，对的斜。威胁的斜啦。对了，斜啦。斜部是啥？是指哪里？斜部是指哪？这边。哦，是这边。那第九章开始是背部跟斜部的拉筋操，从32到50有十几个。对，那就下一次了。对对对，下一次就没有练前面第五章那种，就直接可以做了。对对对对对。32到18个，19个，19个。啊，那下次再一起练好了，好不好？好。现在12:10了。好。OK， 好，就这样了。好。大姐，你帮我看我电脑这个到底有没有开机成功啊？